来看花莲吉安乡最近有民众看到路里有三只马在黑白撞，伊怎踹一条，赶紧报案。按着警方先把马啊固定，联络主人。主人表示，唔知影这三只马是安怎从马场走出来。按着警方讲，会依照会依法来开罚。路口监视器看到花莲吉安乡光华自家车路顶端竟然有三只马在走，后边对一台小轿车，唔敢超车，对向的车车主是惊到马上停落来。好险有保那个车碰车，但是我不知道车碰马会不会赔啊，所以我就只好停下来等他过完了，我再过去这样。这是发生在17:06，警方马上去控制这马，搁联络附近有一个专门给偏乡囡仔体验骑马的马场头家，头家也不清楚马为什么走出去。日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铁门是开着的，啊，明明锁好的也没有被破坏，现在是。栅栏是有在加强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再补一点点焊点，因为也一方面也怕它坏掉。好在再无发生任何交通事故，马也平安登去马场，不过警方也是爱罚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，请地告发，呼吁民众饲养动物应善尽管理责任，避免衍生交通事故。主人强调，对附近的居民加驾驶证实例，除了会加强市的环境以外，但要恢复平静，最近阁会免费开放给民众近距离接触，加吃物件，也更改买相关习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